而他就是属于我的那束光。在那段时光里，曾有一个人踏山河而来，惊涛骇浪，我无处逃匿。现在怎么办？跑。那你呢？出去之后把这里发生的事情都忘了。那些片段就像一帧帧倒放的胶片，夺目绚烂，在我往后余生的脑海中反复演绎。我知道自己无法抓住它，就像我无法抓住那些变幻莫测的光，瞬间灿烂，却又如泡影般消失，杳无踪迹。20岁那年，搁浅我一生的心动。你消失的那一刻，再也没有了我。被命运修改了的剧目，还能不能回到最初？从此他的心迷了路，只好把它埋在记忆深处。阮年初，你这戏演成这样，我可真没法接啊！这剧本里不都说了吗？女主角是知道男主角这一次是假死的，你还哭这么吗？男主角那么爱你，那我是不是应该诈尸啊？你能不能按照剧本演？明明就是你自己演的不够好，还说我。你是在说我戏不好？哎，说得上去劝劝。我堂堂云大戏剧系的优秀毕业生，连续3年拿了奖学金，还曾经被学生会评选为最帅的罗密欧，你居然说我戏不好。今天就排练到这儿吧，散了吧。你行行行，就这练到这儿吧。哎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哦，收工啦。哎，走吧，马上我们去吃火锅呀。好，好啊，好啊。那我也勉为其难的跟你们一起去吧。现在的我演绎着别人的悲喜，无论过程怎样，但每个故事都有个美好的结局。所以我总以为如果结局不好，那说明还不是结局。